首先液压，然后打开电源开关，设置温度，没问键，确定，打开，温度到了就打开马达开关，关模式了。他把这放放下头的，放下头。他用下头胶不然卖点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贴紧点。那你拿着呢？贴紧就贴紧点就可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可以，贴紧点，贴紧点。打开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非常漂亮。